哎，大家好，我是迷之声，欢迎来到 Ludum Dare 第41届游戏制作比赛组合两种不兼容流派的48小时单人组的第二期视频。那么今天呢，我们基本上要录一下前16期名的这个游戏啊，中间可能有一些会略过啊。好的，那么首先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Dance to Cowboy， 跳舞对决牛仔，让我想起当年有一个猜拳牛仔，火车上的猜拳牛仔的这个游戏啊。好，选择 D 和 K， 难道是第一关先？怎么按？啊，是个节奏游戏对吧？什么时候开枪呢？究竟在做什么？最后应该是只是看分数吗？我还以为会有开枪的环节，错过了几个，无妨。我觉得缺乏一点爆点，对吧？牛仔对决，你最后总要把对方一枪崩了才行。当然了，他本来就是比武嘛，对不对？最后只是有一个分数，我觉得这个雏形有了，可是你说它真的像游戏吗？零分，我零分。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Hack Deck 地狱牌组，没错，又是一个打牌的，然后。等一下，我怎么？这是一个弹幕半即时弹幕游戏。要一张牌用完才行，对吧？好。哎，不对啊，他发出来的这个牌是我可以用的吧？啊，不是会被打到。那不行，那我要回个血。下面的血量。好。这个虽然弹幕游戏有牌有符文，这个很常见，是一个很中古的设定，可是。哎，原来雷还是范围的嘛。哦，带消弹。哎，不对啊，受到这个敌方的子弹的话必定会伤血，所以你必须要靠就是被子弹打到才能进攻，然后再拿这个啊，死了。哦，这个比之前想象的还要更难一些，你只有中弹才能打出去，也就是说这个盾的价值就非常高了，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或者在这个时候赶紧受个伤，然后在地图上去吃血，对吧？我就打这儿，没打中，拿了一个雷。原来这个保险是没有伤害的。对，靠着这个盾的时间。哎，什么？原来时间这么不好算的吗？总而言之就是，可能也有可能是什么到达上限了就不能。对，对。哎，不是有盾的吗？难道盾只能用一次吗？好严格啊！哦，不对，我刚刚盾没用出来，但是确实是有上限的。并不是什么都可以盾一下的。首先发一发子弹，对，盾的时间和你的冷却不一样，所以呢容易产生误会。
只有发子弹是没有冷却时间的，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哎，什么？而且它这个出盘好像要拖到最上面才行，所以很难。要在这儿，然后我从这边过来。好，它刚刚变成了无色的，是不是我如果当时在擦弹范围内的话，其实能拿到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没有这么轻松的事情。哎，提前用了，傻了。这下就尴尬了。打完怪有回血，可是要两发子弹才能打死一个怪。也不能往回退，所以基本上一旦遇到了这个尴尬的位置的话就完蛋了。攻击判定还挺大的，我觉得攻击判定小一点的话会更好玩一点。然后擦弹的这个设计呢，短时间内还没有办法评判，就是这样究竟能不能做出一个平衡性比较好又能做得下去的游戏。不过就目前这个版本来看，至少它做出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对吧？哈，半级时打牌，连发子弹都要打牌，太辛苦了。那么下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呢叫 Stereotype。 Stereotype 本身呢是刻板印象成见的意思，但是呢拆分开来的话就是立体声打字，请根据节奏开始打字。所以呢现在就是 PLAY。 原来时间不等人嘛。接下来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什么？没打错呀？重新开始试试看。还是随机的。但是这里是空的，听不出来。哎，刚刚打错了一个，多出了一个 X。哎，他刚刚连着变了三个奏。我被扰乱了，好难。哎哎，一旦错了就很难找回节奏了，对吧？哎，这个，所以说中间它中间没有任何的休息的时间，真的是比较硬核的一个游戏。哎，这个连着三个我实在不行。
对，他这个我这个耳盲啊，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总是不行了。之前勉强还听得出来，到这边的时候自己就没有节奏感了。光论打字的话，我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嘛。好的，那么下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Space Chess， 也就是太空入侵者和国际象棋了。是什么来着？这个是车对吧？好像子弹还会打到自己。好的，第一关完成了。具体是怎么样的？每次就是重新拿出来，但是它这个有射程。我刚刚有一句没看到啊，不是，它就是提醒你可以放在别的位置嘛，但是每一次都要从最底下开始。上面这个就是比较中古的这个太空，哎，哇，这不会要算吧？不会需要算，哈哈哈，可以。好像多少需要算一点。好的 ，OK，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哇，打自己，能打到自己这一点很神奇。我觉得可能是之后还会有那个，可能之后还会有那个，就是说发子弹的敌人之类的吧。反正这一关是挂了，好难。Miss， 其实这个节奏还蛮快的，那这个策略性一般嘛，不，以后会很难。但是他一开始这个节奏吧，我觉得太快了，这就导致呢，他之后策略的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办法让你在有比较多的时间考虑啊，这就让人很担忧了。这是什么？哦，对啊，国际象棋不能只有车嘛，对不对？被自己的象打到了。对，这个是象，不应该是四角的吗？好难啊。哎，你不拿回来的吗？而且他这个节奏老实说蛮难掌握的。是，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好难啊，好难啊！我知道这游戏是什么了，可是我觉得它的硬核程度太那个了，导致我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它。下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RPG 店，对吧？这个还是挺常见的。绿色箭头是稀有，紫色是传奇。啊，我是来打劫的，把你最贵的东西拿出来。如果你撒谎的话，我会知道的。送你一脸，哎，不能送吗？哦，是拿在这边对吧？然后你在开玩笑吗？钱也是可以的。于是他拿了点钱。What？ 我根本就没有很贵的东西嘛。那边变成了通缉令，你听说吗？大红龙、老红龙苏醒了，我们全都完蛋了。这个也能蹲蹲蹲吗？你好，我是西法师，我是个大法师，可是我很快就累了。你呢，有没有什么可以帮我的？来，魔法药水。哦，这个法力药水看起来不错哦。哦，给了钱。哦，挺赚的嘛。我们现在只有普通的药水而已。太可怕了，附近的城市被摧毁了，我们就是下一个啦。Hello， 啊，你未来有重大的冒险，我看见了。这个电力杖，只要400个金币就卖给你。我没钱呀。
我没钱，亲。嗯，只能取消了。哼，我明白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这样的力量。这边写着四个成就，对吧？又来了，我没有其他东西了，我只能给他这个了，对吧？最后他就拿钱了。哼，这个，对吧？他说这个又不值多少钱，不过这回他偷的钱比较少，我估计他是前期做的太随机了。Hello， 啊，有强盗把这个给丢了，送给你吧。嗯，对了，你上次卖给我的东西我还想要，来。可以，这个放我货架上，这个究竟是啥呢？你好，先生，我想要买这个，几乎没有用过的这个蜡烛，你想不想买这个几乎没有用过的蜡烛？只要十金币。好，拿了。鸭，你好，我的名字是鸭克尔，我是一个战士，呱。龙我随时都打得过，我只是没有装备，我没有钱，所以呢。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呢？啊，打败龙的时候我就还给你。啊，他是说能不能借我点好东西？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给你了。哼，这个发光的球不是什么好装备，但我会试试的。我觉得这个游戏初期缺乏一点引导，应该先给我们一点可以卖的东西，对吧？啊，想不想买这个密银矿啊？只要50金币，买了。希望你可以把它打造成美丽的东西。海象，我是西方来的一个收藏家，我对所有稀有和传奇的东西感兴趣。没有，没有，好吧，下次我再来见你。对，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呢，大多数角色都做出来了，它里面会有一些互动，但是呢一开始的引导做得不好，纯随机的话呢一开始就会比较卡啊，我们这个皇室卫兵又有麻烦了，需要你的帮助。最近强盗太多了，我们资金短缺，任何帮助都是好的。来，给你们几瓶药水。哦，可以，让我们离光明的未来又近了一步。哎，什么？不给钱呢？这群卫兵。啊，人们叫我白板，我是个铁匠。哦，好，有趣的金属给他。谢谢，我会把它做个好东西。你看，这还付钱呢，真是个好人。说不定待会儿武器给我们的话，他会要钱。你好啊，店主人，我们又要帮忙了。当心，我到时候就给你们的蜡。啊？你又来打劫了？那？几乎没有用过的蜡烛，哇，这回抢了好多钱啊！当兵的就不能啊，来守住吗 ？Hello， 又来了这个了。我们的药水都快用完了，这如何是好啊？有没有进货？我只能把这个给他了。也不值钱，你行不行啊？那待会儿这个剧情还要重新触发一遍，体验太差了。哦，王国打败了什么？王国打败了强盗头子，感谢你啊，给你强盗领主的剑。 What？ 我刚刚不要给他不就行了吗？Hello， 啊，400块，没那个钱，哪有这么多美国钱给你？这个通缉令是不是可以撕掉了？发着绿光的，对吧？给，是，这是强盗头子的剑，确实很稀少啊，给你200块，还是买不起那个东西啊，这个应该是龙吧，对不对？Hello， 这个大骑士之剑，100块钱卖给你，要不要？好，
也是个绿色的。我自己也可以做金属，但是有的时候太暗了。你有没有光源呐？没有了，蜡烛已经被弄掉了。下次再来吧。好，光源蜡烛，很好，我立即就到。哇，这么多钱的吗？这么猛？我已经没有这个药水了。这个东西究竟是做什么用的？目前还没发现。不过我们有钱买这个了。哎，居然给我矿石，那不就是又没钱买那个了吗？哦，矿井里的蜘蛛好大，你有没有回血药水？只有最后一个了。感觉好多了，你不把打造出来的东西给我吗？怎么又是你们啊？没钱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这玩意儿了。啊，和你交易很高兴。什么？哦，原来可以卖给他们，所以你们要发光的球干什么？要了，这可是紫色啊，紫装。来吧，鸭兵，我要在海底城市进行传奇冒险，可是很危险。你有没有传奇道具可以给我啊？在海底用电不是自杀行为吗？这是元素之障吗？啊，有这个我一定能成功的。瞬间又有400块钱了，回来了，我做到了。你给了我元素杖之后，我立即跑到了水下城市，我找到了波塞顿。嗯，他是个凶残的领主，我挑战了他，我们打了好几个小时，我快要失去希望了。可是你给我的杖子，它红热发光，我冲到他那边去，直接一杖穿心。我来到这里了，啊，你给我的杖子救了我的命，所以呢，我要把这个给你，这是波塞顿的，啊，王冠，没错。这个成就完成了，再见了。王冠应该不能给鸭子用来打架吧？无妨。我就想看看王冠会怎么样。啊，波塞顿的王冠就是我想要的东西，龙绝对没机会的。再见，呱，来了。你猜怎么着？我把龙给打掉了，可是，波塞顿的王冠也坏了啦。不过我把龙的脑袋给你了啊，可以可以，嗯，再见了，抱歉把你的东西弄坏了，呵呵，龙头。啊，我要收集稀有和传奇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龙头不知道是不是给他的，还是最后这个是赚钱就行了。是奇迹，龙被打败了。啊，杀龙的英雄一定很强嘛。好的，这回我们把这个给他吧。这是元素之杖，你是怎么得到的？全世界可只有几样啊。1000，给你1000了。没错，这个游戏差不多结束了。来，把龙头给你，你能打造什么东西不？你不知道什么是金属吗？这是龙头，不是金属。好的，这个游戏基本上做完了，也没有其他新角色了，对吧？那么我们下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叫 Life Jumper， 好像是一个国人制作者做的啊，所以呢，它有这个英文版和中文版。我觉得我们不然就先玩个中文版嘛。什么？和谁做朋友？柚子和我怎么知道谁是谁啊？啊，人生在跳跃吗？3D 平台加上这个，我记得2D 的游戏里面有不少吧。然后3D 的话，哎，什么？哦，不学习，人当然是学习了，对不对？不，我全都要。你看，这是休学的意思吗？不对，你看左边就跳不过来了。但是我全都要。
嘿，我全都要到了。可以，说不定是留级了。哎，没事没事没事，操作有点飘。不过这样看来的话，就知道英文版有什么区别了，对吧？没什么区别，聚会、学习、交朋友，啊，我全都要。啊，不对，上面有时间的，28岁了还在读大学，你这个有问题的。喂 ，no no no， 毕业毕业，我30岁，哇，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只能走上人生的弯路了，实习。接着实习，做生意，做生意。天哪，好难！我这个人一事无成，眼看已经……没错，我们跑得快了，老胳膊老腿了。顺便取个取小呀，慢了慢了，已经40多岁，哎。走不动了，什么？这是什么什么缘故？为什么40多岁就慢了？是因为之前其实是你走的地方越多，速度越快吗？摔下来就是发生了糟糕的事情，然后人生是可以爬到顶端的，对吧？29岁大学毕业。不要走人生的弯路，这个就是说你按住方向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跳不起来。工作的话就没有办法读硕士读博了，对吧？然后升职的话，我们现在这个跳跃力，哎，哦，原来那个是左边的哦，加班。只有加班吗？轻松一点的话就辞职，删掉数据库。这是要做什么？拯救了公司。这里是哪里？休个长假，顺便结个婚，买房，删。围城，对吧？婚姻就变成了一个围城。外面的路呢？没有外面的路了，这应该是没有办法转视角的缘故啊。其实是人生还可以从，但是到40多岁的时候就慢下来了。对，就是这么一个设计。相对于过去比较出名的几个2D 的 Flash 游戏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啊。我们刚刚已经走了最高端了，对吧？啊，学习了成吨的知识。拼命加班，它的路线上来说还是有不同的，不过毕竟是这一个时间上的限制啊。正想着做项目、做研究的时候，走上了人生的弯路，哎，结果没什么反应嘛。读博好难啊。不，我心里只有小鸭。什么玩意儿？哎，怎么又掉下来了呢？好的，啊，之前一直没碰到孩子，对吧？这里是哪里？人生冲刺跑，但是这里好像卡住了，可能是因为我刚刚没有，哦，原来是这里啊，这里有一条山路，可是因为视角的关系，这个游戏真的有视角吗？啊，看来还是有另一条路的，对吧？
没有视角的情况下，完全看不出来应该怎么走。我在人生的巅峰，好像真的没东西了，也有可能应该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之前的选择，只能站在这里了。选择激流勇退，啊不，不要确定，就这样嘛。这个数值上面设计有一点小问题，但是无妨。哎，很可能其实就是走下面了，有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的东西，对吧？也有可能就是想说创业啊，是不可能成功的嘛，很艰难嘛。想要成功，说不定有其他的结局。但是我们进入下一个游戏吧。你看作者自己最后贴的图也差不多啊，对吧？我差不多已经站在人生之巅了啊，可以。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Arkanoid， 因为 Arkanoid 呢是打砖块的名字啊。然后这是一个什么游戏呢？好像是卡牌加上这个什么玩意儿。然后比如说这张牌是狙击，等一下，有声音吗？好的，刚刚不知怎么没有声音，现在声音好了。选择关卡对吧？随便选一个吧，就选这一关好了。然后一开始有一个护盾，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方向了对吧？往这个 dash w 不知道是往上还是往西冲刺，是往西的意思。那么这个是往南，这个是加球，多一个球。然后这个是西南，现在只有难了啊。然后狙击就是可以让你看见它是往哪儿飞的对吧，不然你都不知道这个球往哪儿飞。速度减慢，然后往北接着狙一下。我发现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我没有开代理的缘故啊，它可能有一些声音还没有弄出来，没有刷出来，所以时有时没有。随机护盾，但是吧，我觉得有一点什么问题呢？就是教程还太少了，我还不知道具体它这些，比如说护盾拿着究竟干什么用的啊？不，因为这一关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个，好像刚刚有一个没了，是掉坑里了吧？刚刚那个有水对吧？最后可能就需要用狙才打得中了，不然的话很难瞄准。最后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半回合制半即时制的一个靠抽到的牌来打砖块的，这个好像还哦，对，真的会受伤，这个好像还真的有点稀奇啊，平时见不到这样。不过具体啊，感觉打的还有点云里雾里，因为它有这个重力的缘故啊，不是很好判断。好，获胜了。不过因为牌必须全部发完，所以你的这一个策略性呢，就在手牌比较多的时候更重要一点。手牌比较少的时候，你没什么选择，有的时候只能瞎等，对吧？哦，不，受伤的是那个红点的吧？看起来像新浪一样的，对吧？对。为什么？你这是歧视新浪吗？还是什么？那么我觉得吧，一开始的引导也好，教程也好，可能还缺了一些。如果可以从头开始做起的话，会更有发展空间一点。好的，那么我来看看从第一关开始玩的话，哎，他好像是每次赢了之后随机选关卡还是怎么样的，总而言之很内傻。好的，那么下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 The Cards You Are Dealt， 你发到的牌。这个走着，怎么走着啊？只能走一步。这个标题画面应该是教程，什么要先砸，拿到了一个什么呢？长毛象还是这个呢？长毛象，这个是什么的？可能是血斩之类的吧。对，血斩，这个就是正斩对吧？只能拿着发到的牌来打。
哦，我还会被他打，哎，那我就觉得这个走路也要排，而且每次走一步这一点很那个了。啊，只是走路吗？这样啊，那这个也太解谜了吧。因为我用这个的话没有办法砍他啊，我走到这儿他下一回合要打我哦，然后这样就可以打带跑一个，对吧？啊，是这样的，原来他这个有冷却，原来如此。长矛突刺两格，他是来回跑，我有，哦，好难啊，空挥，哦，这样他就有一点策略性了，对吧？对，我估计这个牌组并没有就是厚度，所以呢，你只要能赢都是好的。慢慢蹭就行了，不过这样呢也导致本身呢有一些乏力这种感觉。我要等一个长矛然后走一步，所以呢我之前看了一下这个游戏好像好玩程度上分数也不是很高，我可以理解到他想做什么，但是实际上呢做出来没有特别的好玩，对吧？哎，等一下，我这个要挥空一下，走一步，走上来，对吧？节奏慢了一点，不然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好，让我想想，同时戳两个是不是不可能做到？因为我走过去的话，他会要袭击我。好，这个车也是走路，对吧？对。先灭一个再说。这边我走一个斜位。之前没有拿到鞋的蛮辛苦的，走这儿。哎，不对，这个回合他要打我。哦，蝙蝠这货，他因为每回合移动的，就比那个要难不少。毛了他，好。对，但是还是和刚刚说的一样啊，他这个机制来的略微慢了一些。空挥一个，斜斩。嗯，好的，我觉得没有必要玩下去了，因为节奏慢了一些，它做成这个样子呢就导致没有可能很快，总共也就三张牌，策略性也很低，因为你其实并不能拿到很多的什么东西，对吧？这边的话走这儿，然后往这儿溜，这个是斜向的，打一个这里，我飞到这儿来。嗯，哎，不对不对不对，哎，我没有走路了，哇，然后打掉了四个房间，杀掉了七个怪，对吧？最后有一个分数，又要从头开始就太慢了。好的，那么下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Witch Beat， 女巫节奏，可大概是跟节奏地牢那样差不多的吧。看在九重地狱的份上，这里发生了什么？哦，有人留下了一张字条。等一下，这个我先看一下字条。这个地牢的商店呢全都被狗头人科波兽，对吧，给夺走了。
他们绑架了所有的小妖精、小仙子。哼，真是的，五分钟不管这里就出事了。好吧，我的节奏感呢，节奏法术呢，应该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要在这个圈圈和另一个圈圈结在一起的时候按 Z 就可以了，试试。是这样，顺带一提，你的魔法会自动瞄准最近的敌人，而且可以穿墙。是的，这我已经知道了。这是小妖精的吧？谢谢你救了我，这里好臭。发生什么了？那个电商店老板呢？不知道，他好像更深啊，在更深的地方。能救下我们所有小妖精吗？谢谢啦。真是太好了，会花点时间。能穿墙吗？好像这个距离还不够。哎，上面有一扇门吧？不是。但是这里路还不能走。好的，你有吃的吗？我饿瘪了。我没有啊。但是到处有人留下一堆心，好恶心啊，才不要呢。我是指蛋糕之类的。好吧，抱歉让你失望。哼，这样也来救人，太失望了。这里究竟怎么走啊？啊，就是右边的路通了，对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先把水晶给捡了。左边需要钥匙，我现在没有钥匙。要根据音乐来，所以呢，之前噔噔噔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节奏就没有这么快啊。我没想到今天会这样，我也没想到。总而言之，谢谢你救我之类的啦。哎，哦，这个刺儿啊。嘿，亲爱的，经常来这里吗？不幸的是经常来这里。你有见到店老板吗？那个老混蛋，那个老白痴。很高兴的说我没有见到他。你要他干什么啦？这里有你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啊，我们所需要的。好了，我走了。OK。哎，这个刺儿真的好烦啊。这是 boss 房吧？所有的妖精都救好之后才能来这里。我先往左边走还是怎么样？因为右边那条路还是怎么样？先往这边走吧。求回个血。那边没有开关的话，我就要重新走之前那段路了。好，这里有开关。不过这个音乐也太单调了吧。哎，不对啊，这里路不通呀。感谢你救了我。这是用旁白的方式来描述，看来有人懒得写对白了。往上走一次，对吧？这里呢？哇，这边路还封着呢。哎，不能这样的，是太过分了。你们究竟有几个啊？啊，你马上就要完成了，总共八个嘛。好，还剩俩。而且这里路就不通了，上面那条路就不通了。哎，好气啊。这算什么谜题啦，待会儿过来。好的。这回要从上面这条很窄的路来走，对吧？拿了一把钥匙。然后我不往右边走了。万一那把钥匙亏空了怎么办？对不对？往右走。啊，又是开，哦不，这里可以过来。
哎，什么？还卡在这了？哎，好过分啊！刚刚，幸亏只掉了一格血，如果卡住，结果掉很多格血的话，就尴尬。上面应该有一个 boss 战，可是我现在血不满，很难受。这是什么？抱歉，我没时间了，所以这边两个妖精在一起。好吧，对我来说也是好事了。啊，我等了好久了，这里好臭哦，也没有吃的。狗头人经常想吃我。Excuse me, princess。塞尔达动画梗，不说什么了。抱歉，我无法抗拒。快救我啦！好的，八个了。嗯，八星八剑，可是有一扇门对吧？可是我都没有补血啦。我有不好的预感。当然不好预感，我只有半血。我就是店老板，谁敢到我这里来？你好，肖恩。啊，你能不能别再把这个地方每五分钟就变成一场灾难？哇哈哈，愚蠢的啊，凡人啊，你想要挑战我吗？也不是啦。你，我们真的要这样吗？我还挺忙的。哼，来吧，小姑娘，哈哈。哦，停下停下停下，哇，这个魔法好痛的。小恩，你在做什么？我只是懒得打扫了而已，所以我决定弄一个小小的挑战的路线啊，让你有点事情可以做。我觉得我们就做做这种事情可以分散一下心情吗？遣散一下心情。这是你在这里做过的第二离谱的事情了，下一次你还想搞事的话啊，别把我扯进来。好吧，抱歉，不会再有了。好，那么游戏就结束了啊，希望你还玩得开心。